丰收，丰丰收，咱用比过去较早搁较济，啊，所以咱期待伫数量一定要跟提高关，所以咱个绩效爱跟保证，干部，干部，唔是讲是讲咱好袂管，咱好袂好袂管，好袂采收。今仔日政府了就好个机制，你就袂当有人会甲你唔乖乖，你就袂当有其他个相关个责任，甲咱打乱咱条件。所以今仔日咱所有个时段。既然这个所在，啊，就是要甲咱的行政，要甲咱的业主，要甲咱这个马总统，要甲抗议，对农民也袂好照顾，你就无法度活台湾这个家庭，对不对？你就无法度活家啊，对不对？唔通阁放话我，唔通阁离遐你加好心，不要假悲天悯人，要真的帮助这些农民，你才真正的可以帮农民解决问题。那如果阁继续安尼，咱要甲抗议，咱不是叫来抗议，咱要阁继续长期甲控制，安尼好唔好？好，安尼好唔好？当前咱对当号搞拢袂啦，安尼对不对啦？咱的当前，咱的当直接搞拢袂啦，安尼好唔好啦？咱来当直接搞拢袂，咱来当提高咱的这个公牛的这个数量，是不是？咱的绩效都袂去哦，刘湘联合甲咱垄断啦，安尼对不对啦？安尼是不是才真真正正来照顾农民啦？安尼对不对啦？安尼对不对啦？我们要求政府担责，要甲咱保证收工啦，安尼好无啦？安尼好无啦？安尼好无啦？安尼好无？农委会到今仔为止，敢有咧提出来替咱农民讲几句话？今仔咱敢若看到报纸，讲咱的农委会主委，讲起咧请教咱的南部后壁了，咱的军兵伯啦，讲叫做天后异常啦。各位，咱的乡亲士大，今仔日咱大家拢真清楚啦，咱的农业，咱今仔日咱需要政府甲咱关心的，都是即摆即个时阵，咱的这啊个当咧崩盘的时阵，到底政府有真真正正甲咱关心着无？行政院长讲叫做悲天悯人啦、啊，到底有真真正正的悲天悯农无？我想咱今仔日，咱所有咱的农民，咱今仔日徛伫遮，就是希望咱会当真清楚，甲咱的行政院诉求，会当提高咱的公牛的数量啦，安尼对不对啦？提高咱的公牛的数量啦，安尼对不对啦？来，啊，咱各位咱遮议员，大家辛苦，感谢领导关心。我来自台南县，老乡友啊，白茶叶啊，老乡友，白茶叶啊，太多老乡友，白茶叶啊，外面外面落安尼，逐项起啦，敢若吃啊落价啦，尤其哦，农户第一福气啦，比包比了比上头福气啦，阮车车起啦到，逐阮二十拜六礼拜拢唔逐阮收啦，啊，搁若时间较晚也唔逐阮收啦，拢要照伊上班时间啦，啊，阮这些人。在看落雨啦，免得照上班时间，这个农会第六一个拜托吴院长啊，你叫那个主委陈武勇就来啦，那不用做，我阮军兵伯来做啦，那无你带阮军兵伯来做啦，好，拜托你啦，啊，党去啦，来我讲一下啦，油气啦，啊，政府也去，农业也去啦，工程也去啦，干那车也无去啦。我叫农民快乐了呀，拜托啦！咱老下来都去花吼，哎呀，注意啊，唔知农民的艰苦啦吼，这步来半年才会过哩啦。阮只步来啦，讲穿安尼起价啦，啊，阮即摆咧挂脚咧甲咱落价啦，啊，这敢真正咧靠农民，那真正要靠农民咯吼，会使讲爱叫爱甲咱落提高啦，吼，啊嘛爱交较侪，总含两百斤啦，安尼是要叫农民安那生活，吼，所以吼白菜鸡啊吼。袂使阁予伊造副总统啦吼，农委会主委哦，爱叫伊落台啦，若无这个人哦，传来农委会空降啦，安尼好无？对，我是来咱吴议员故乡草屯，阮今日人群人的诉求，农民的诉求是讲，这个公牛的政策，公牛的政策唔对，阮爱农民甲农委会。从民宿，即张官来研究一下，你的政策唔对，你的政策效率失灵，以上。
枪。